7号成功发射，替今年起展开的国家太空三期计划博得一个漂亮的好彩头。然而接下来行政院预计投入251亿经费，要达到每年发射一个卫星的目标，却恐怕会面临到人才高龄化的断层缺口。台视采访团队来到号称在航太领域全美最顶尖的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带你了解由美国 NASA 专家团队创立的专业学校如何培育太空人才。猎鹰重型火箭载运包括台湾福卫七号在内的重量级24颗卫星，冲向天际，划亮夜空，也点燃前来现场观礼的台湾留学生热情。这一刻，我们真的非常感动。我们看到那个火箭仍然升起，那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的有热忱继续投入这个行业。那我觉得太空产业这个事情是在未来，那还蛮受还蛮有商机的，也还蛮有利益空间的。福卫七号成功发射，也吸引了许多年轻学子想要投入太空产业，注入心血。我们采访团队就带您直接前进到了在全美算是航空领域最顶尖的学校之一——佛罗里达理工学院。这里同时也是美国 NASA 为了培育太空人才而设立的专业学校。走进校内实验室，除了专业 3D 猎鹰器材能直接打造航太机具零组件或模型外，也正有华人学生在研究卫星从动追踪设备、精密仪器与师资，甚至打造出模拟太空环境，让学生更能提早进入实物演练。对于学生在这边学习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边的可用资源非常的多，而且有关于太空的一些教材，不论是教授，那也更吸引我去更投入更多的研究跟心力在这方面。我们学校优势就是距离这个太空发射基地，美国主要太空发射基地非常近，那我们跟太空产业的一些主要承包商都有很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老师的研究项目，到学生的这个毕业之前的实习，毕业之后的工作就业。例如 SpaceX 发射火箭回收业务的负责人员，其实就是这间学校的校友之一，甚至接下业务时的年纪不到30岁。相较于台湾太空专业技师逐渐进入高龄化，人才断层问题困境开始浮现。如何因应太空三期预计投入新台币251亿元，每年一卫星发射计划目标所需人力缺口，以及如何协助培育台湾航太人才，并且吸引回流，或许正是国内相关政府单位该思考的问题。记者何天、王宗汉、黄君豪，美国佛罗里达采访报道。